你一定吃过牛肉面120元，你一定有吃过阳春面20、30、40元。试管婴儿也是一样，有牛肉面试管婴儿，有阳春面试管婴儿。怎么说？你今天如果要做胚胎快筛，定做优生宝宝，你想要怀孕之后染色体都正常，一路怀孕到生，那你就必须要有预算。比方说57岁叶小姐在伯恩妇产科用胚胎快筛，就是一颗经过胚胎快筛显出来染色体，一颗就中。她明年1月10号要在中山医学院剖腹生产。那有些人他预算有限，所以会要求伯恩妇产科，你帮我设计出10万元的试管婴儿，有没有办法？有办法，我们的精心设计是就是为你打造的10万元试管婴儿新鲜胚胎逐日，7万元冷冻胚胎逐日，1分钱孕婚后。牛肉面有牛肉面的代价，所以牛肉面试管婴儿它可以做到胚胎快筛，你如果做阳春面试管婴儿，你只能做一般的试管婴儿。